心态决定我们的状态，快乐是在不美好中找到美好。这句简洁而深刻的话语，道出了一种积极的生活哲学。它提醒着我们，我们所经历的生活种种挑战，并不一定决定我们的幸福和成功。相反，我们内在的思考方式和态度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人生。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不如意，但正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，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感。 拥有积极的心态，看到困难中的机会，能够在逆境中寻找积极的一面，这是通往快乐的关键。当我们把焦点从不如意的事物转移到我们所珍惜和感激的事物上时，我们能够在生活的阴霾中找到阳光。这就像在暴风雨中发现了一朵美丽的彩虹。快乐并不总是在顺利时陪伴我们，而是在我们超越逆境、战胜困难时最为弥足珍贵。因此， 让我们秉持着积极的心态，充分认识到快乐不仅仅是外部环境所决定的，而是内心的选择。在生活的坎坷中寻找快乐的种子，因为无论如何，快乐都可以在不美好中找到。这是一种智慧，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，使我们更好的应对挑战，更愉快的追求幸福。